Thank you.
你那天你跟何总那边聊得怎么样？啊？他都有事是吧？后来没跟你联系是吧？再问他咯。对，他是下个月的，下个月的出标投标。没有啊，他什么都没弄的呀，他什么都没弄的，他就问我，哎，他什么都没弄，他就问我们能做什么，他就去做什么，怎么做，他都不是太清楚。他们主要是做活动开幕式广告那些最快的人，对，他做到一块的，所以这块不是太懂。行，好了，你给他电话了，我先把那个地毯的价格报给他。二总你好，我这份报价的话，尹总那边、尹记那边也是这个价钱，然后就是同一个报价价格。然后你需要换公司的话，我就立刻帮你换一下公司。